这样是我们先开始的，但是陈珊妮老师唱的，根本就啊，老师，OSSO， 有知道吗？这超难，我是英文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他在叫云小龙，谢谢，谢谢，你听得懂吗？九年级流行语大赏。来测试一下我们大家跟这个时代有没有接轨，好不好？毕竟我们也是一个，你知道吗？算是小知名的 YouTuber， 好不好？我们有一些客群，我们必须了解他的生态。有些无客群。天哪，我好老，他们会不知道。你们懂苏芮吗？每一个年代都每个年代的流行语啦，像我们国中刚红起来，真的差滴滴滴滴滴。啊，我现在还没有哎，我也是还没有。我们这个年代那个时候开始，对，八八一，九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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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，安安也是那时候出现的吧？对，我们是八年级生，那现在已经有些妹妹们已经是九年级开始了。看我们影片的很多都是九年级生啊，那现在我们再测试一下，说九年级生的流行语，我们真的懂吗？我没自信。Oh my god！是，那这个题材呢，其实不只我拍过，其实很多很多 YouTuber 有拍过了。只是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你们好像都不知道，我就自己收集了一些，是连工作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就自己收集的，要考你们，好不好？ Okay. 准备好了吗？好、okay. 了。但是目前应该很多人都看过，所以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他们多好笑，好不好？好简单。我先从简单的开始啦，先拿个简单的，这个其实蛮常见的。第一个踹供，简单吗？这好像不算是九年级，甚至还是有很多人跟我说踹供、踹供、踹供是什么呢？一起说，出来讲的台语，踹供，像是一些不会台语的人可能听不懂的，对不对？用台语很好，对，踹供。这很简单，第二个还是很简单的，刮脏，我知道，刮脏，你很刮脏哎，对，就小妹妹就会说你刮脏哦，请问你会用刮脏吗？刮脏，夸张，就是你们很夸张，夸好几，太夸张了，我在吃醋，老板，赶紧融掉，融掉，欢迎他，谢谢他，算是比较直译一点，就是直接就听得懂。谐音感，这个蛮猛的。杰克之前剪片也有用不到。啊，国国国语的，国语的啊，谁不知道？谁不知道？通常都会讲说什么国屁事哦，对，关我屁事哦，关我的脸，国屁事，对，国啥事？太懒惰，你就会打国屁事。这是现在最红的，因为我问的时候，很多人跟我讲。哎，我全不知道哎。再一个是很常见的，你们应该听过。胶哦，塑胶，其实我之前就有听过，可是我有点忘记了，就是无视我那种感觉。没错没错，塑胶简单来说就是不读不回的意思。塑胶我，塑胶无视量，对，塑胶，对，塑胶，没错，那种生命的那个意思。仙界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就知道，我们就会用了，我也会用哎，仙界，尴尬，对对对对对。没有没有，是这样，不太确定，因为两个节又是王世坚的节，五万八，我写错 ，S K 是什么意思 ？SK2，SK2。我觉得这好像很少人用，可是还是蛮多人跟我讲，它是生日快乐的缩写，生日快乐，有点诚意好不好？硬要对不对？有点诚意嘛，对对对对，生日快乐的生快，打中文生快更快对不对？有时候现在年轻人真难懂，小朋友 ，Oh my god， 这个我觉得很赞，斜杆有听过吗？斜杆，有人知道吗？斜杆，斜杆，好烂哦，这很屌哎，斜杆。斜杆，你斜杆骂人，对，我觉得蛮有创意，这还蛮有效果。他也没有斜起来，郭批是斜杆，太长了吧？旋转，就有点像字面上的意思。讲话不讲重点，你在那边转来转去，对不对？出去一些八下九来。没错没错没错，你旋转我。哎，这个很有画面哎，在推脱这件事情。对，那时候我是去 Google 的。对。那个我是不想写原字八下九，超屌的。对，来这个尬电，有人知道什么意思？尬电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讲讲的。O S S O 有知道吗？这超难抽象英文吗？不是不是。O S S O 是欧式哦的意思。好烂哦！我蛮喜欢这一个啦。欧式哦，欧式哦。可是欧式哦，你打注音只要三个字，就 O S O 就可以欧式哦。欧式哦，欧式哦。欧式哦，欧式哦，欧式哦。硬要拉成一个欧式哦。哎，
是有，原来是有意义的啦。对啦对啦，与女无关，与你无关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完全没有意义，因为它就是女生都四个字，完全没有懂，就跟夸张一样。对，对啊，就是谐音。可是瓜又瓜，瓜又关了。就是你一个最直接人品的本能去猜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史密斯不是任务，不要急啊！史密斯其实我觉得蛮，我知道之后觉得蛮轻松，蛮容易的。容易的吗？容易的，来念快点，念快点，快点，史密斯！因为我当没有天分，厉害耶！我发现他们现在流这样流过去，这样流过去，这样降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样是我们先开始的。但是陈珊妮老师唱干嘛就？这样好乖，为什么这样？以前就有会说什么 ORZ 之类的哦、oh, 就是，当时我们看 ORZ 最红、啊、，ORZ 有很红动 ，ORZ 红动吗？真的有红动，真的有。对，拜，就是要跟别人解释，然后你就要画那个 ORZ， 然后你就会模仿那个，就趴在地上啊，对吗？我爸问过我说什么是 ORZ， 我说就这样。对，因为每个人都这样，都会有解释。好啦，像是我们的九年级流行语大赏，其实还有很多，我觉得这个是时不时会更新一下的，因为你知道可能一年两年就会变一次变一次，或者时不时爆出来。那如果说你有更多更多你现在最新最流行流行语的话呢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咯。好啦，喜欢我们频道的这分享就做中哦，祝本场本人咯，开铃铛，我们下回见咯，拜拜。